鸡汤 tanuki 啊，叫咗呢个炸生蚝啊。本来谂住晚饭食嘅，但系咧，喂唔得啊！呢啲咁样炸嘅嘢，佢先炸咧，翻咗嚟已经系多汗水，样样衰衰少少噶啦，咁所以要即刻食。佢有少微辣，个皮未淋，未淋系，唔系落咗未淋，系真系未淋。咁里边，我仲食紧个奇，而家开始食到佢嗰啲肉肉啦。哇，好正好正，啊啲里面仲好 juicy 咁样咧，哇，所以成日提醒自己唔好呕声，好啦，好正，都有好大嘅 texture 啦。一面有个脆少少嘅皮皮啦，唔系话过分脆，但系咧脆脆地。跟住然之后咧，有啲紫菜啊，有少少辣辣地嘅味啊。然之后里边咧，嗰啲生蚝嘅酱汁啊，各方面，咁未至于食好似食急冻生蚝咁正嘅。咁但系咧，佢里边咧仍然保留到嗰种 juicy 啊。咁同埋佢选择嗰啲生蚝咧，咁啊，是相对地有一个肥嘟嘟的，就不是很瘦蜢蜢那种。瘦蜢蜢那种生蚝生食呢都有它的好味在这里。但是呢这个呢肥嘟嘟生蚝就很开心了。14元半打都 OK 啦。它真的挺好味的。排金借食，食肥猪猪嗰边先，唔系食嗰个群脚嗰边。依唔系话呢个系大耳嗰边，大耳嗰边咧有大耳嗰边嘅烟韧，有，每一啖都好似有啲海洋嘅氣息衝擊住我嘅心頭。哇！呢、這個，係咯。不枉我著件藍色，好似有啲海洋波浪咁嘅 feel。讚讚。即系本来咧系谂住叫啲普通啲，譬如上次叫嗰个拿波利意粉啊，咁先至发现咗呢个新嘢，咁啊试下啦。食完之后仲可以选手指，好似个 B B 仔咁。回到小孩嘅样式，就选手指。你吃了几嚿 ？Mini 吃了两嚿。你真的决定俾我吃，我吃四嚿。感谢住，多谢你 ，Mini。佢嗰啲沙酱 which 其实我中意啊，即系食到天一半地一半。佢系嗰啲有啲 pickle 喺里边嗰啲咧。除咗选手之外，可以舐埋个嘴唇。人哋话咩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鱼肉回味无穷，选手指同埋选嘴唇，哇真系好味喎！呢、這个真系惊喜喎，又系咯。将啲沙律酱搞到好似生蚝咁嘅颜色，
而佢嗰種辣咧，係阿 Mini 都接受到嘅 ，Mini 都接受到啊，阿迷你都讚不絕口，即係唔單止接受到啊。嗯，尤其個帶子裙嗰邊，咁樣即係炸薯條嗰啲咧就脆身啊嗰啲啊，咁呢個又甚至乎比炸洋葱圈嗰種爽口咧，又另一番滋味喎。尤其以前 COVID 之前未轉走，咁佢就主要食呢、這個和風嘅意粉，咁而家咧佢似乎咧個 variety 咧就多啲，同埋佢成日轉啲 menu 咧，有啲新嘅嘢食俾我哋食。即當然你可以話萬變不離其宗啊，譬如我抹手定係選手指紅，真係都唔好抹得。熄咗機先至，前頭啲。